黄精与金女郎云芊芊一起吃饭，有说有笑。云芊芊两人2017年曾被拍到约会共进晚餐看电影，近日有媒体在北京拍到王晶与金女郎云芊芊一起吃饭的画面。据报道，王晶当晚和一名男子一起用餐，边吃还不停打电话。后来金女郎云芊芊也加入了饭局，她与王晶两人并肩坐着，有说有笑。饭后那名男子独自离开，云芊芊则和王晶一起上车，来到了北京东四环附近的某国际公寓，两人挽着手一起上楼。据该媒体称，当时已是晚上10点，直到凌晨12点两人都未再现身。据悉，两人2017年曾被拍到约会共进晚餐看电影，云芊芊曾被传是王晶私生女。